三顾茅庐吧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范例六的第一题啦。他说，请问你一加四分之三乘以一加五分之三加上一加六分之三乘乘，答案是多少？好，这题你觉得怎么算？在你还不会算的情况下，阿良弟就暴力把先把它加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请问你一加四分之三是多少？是四分之七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加五分之三呢，是不是五分之八？对不对？这乘一加六分之三呢，是六分之九，对不对？再来一加七分之三呢，是不是七分之十？看到吗？好，然后就乘上点点点点嘛。好，你看到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正常情况下，你应该跟我一样，你什么都看不到才对。你看到那才厉害。后面这几个吧，来，请问你后面是不是应该是一加八分之三？那请问你一加八分之三是多少？是不是应该是八分之十一？对不对？好，再乘呢，一加九分之三的话，应该是九分之十二吧？对不对？这都写好不好？一加十分之三应该是十分之十三吧？好，再乘点点点点，乘出一个应该是五十分之。53，现在看到吗？好，你知道我干嘛这样写，知道吗？因为你发现到这里的七跟这里七是可以约分的，这个八跟这个八可以约分，这个九跟这个九约分，十跟十约分，所以我可以知道这里可以约约约约，对不对？但你要小心一点哦，这里的四五六会留下来，代表后面也应该要三个没有被约掉才对。现在问题是哪三个没被约？你觉得，如果按照这样子算，这样子逻辑去约的话，应该是最前面的分，最后面的分子，然后后面三个会没有被约掉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这样子，有点类似从左边往右下方这样约嘛，你看到吗？这样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正常情况下的话，应该是这边的三个会被留下来才对，这样听懂吗？所以答案应该是等于四乘以五乘以六分之，这个应该是五十三、五十二跟五十一。加约，听懂吗？啊，接着再约就好了，好吧？开始约吧。四跟五十二约分吧。四，十三，对吧？六的跟五十一可以约，用三去约。二，十七，下面，所以它就变成了五乘以二就等于十，然后再十三，十七乘以十三乘以五十三，就是你的答案。所以答案呢，给你。答案就等于是三分之一一七一三哦，十分之一一七一三，这个是在跟你讲一件问那个感觉哈，然后问你多点一三的你在考试的感觉对不对？如果这是会考这一题的话，你觉得答案是对还是错？我觉得我答案是错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十分之一一七一三数字这么丑，我感觉是我算错了，你会忍不住重新看一遍，那答案是他没有错了。哦、我是告诉你这个经验之谈，是说看到答案那么丑的啦，就是数字这么大的，你就会怀疑自己是算错了。可是这样没有错、哦、答案就十分之一一七一三。好，这个你把它写上去。